这个冰擀棉的口罩，姐妹们收到货了吗？我现在啊，只要是出门，我都会带着它。它这个料子啊，戴上去之后，就像一张面膜敷在你的脸上，冰冰凉凉的，特别舒服。而且它都是这种加长加大的设计，即使咱们穿点短袖呀，是不是？你像这种大圆领的，你就看，直接就给它盖上了。它这里是有一个小魔术贴的，咱们一贴，你看连后边耳后还有脖子后边的位置全部都给盖上了，包裹的很好。它这个是有 UPF50 加的防晒指数的，而且它都是一个3D 立体的设计，很修饰脸型，戴上之后很显脸小。你像它这儿给咱们设计的透气孔，像平时咱们户外运动啊，或者说现在天气不是很闷热吗？你就是大口大口的喘气，它也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，透气性特别好。之前咱卖那个是9.9三个的规格，好多姐妹觉得多，然后我就特意跟厂家让厂家给咱们做了一个两个的规格，7.9给咱发俩，然后雪儿给咱们做一个1块钱的优惠券，你们一定要领券啊、哦，领券立减1元，6.9给咱发两个。它一共是4个颜色，有粉的，这个是浅粉色，然后这个是灰色，然后还有一个你看这种浅灰色，然后还有一个黑色。我比较推荐大家拍我脸上戴的这个颜色，还有黑色这种呢，就是比较百搭还好打理。然后它这个颜色就是很显高级，它这个冰擀棉这种质感，就是你贴到脸上或者贴到肌肤上，直接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，特别的舒服。你戴着真的是一点那种束缚感都没有啊！这小料啊，你咋戴都没事，也不变形，也不起球，就是特别好打理。咱平时不戴的时候，你就这么一块在这儿，是不是？你也不用说来回找了，哎，我口罩放哪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想戴的时候就这么一戴，特别方便。雪儿给咱们做了一个券啊，一定要领券立减，6.9给咱发俩，老合适了。平时线下这一个的话都得10来块钱，线下实体卖这个东西都可贵了。它这个小料可好可好了，到了之后你一摸就是那种冰冰凉的口感，特别舒服，一点都不闷热。夏天咱主要就是怕闷怕热，这种呢它有透气的这个小透气孔，然后它这个料子戴着也舒服，就是真的挺好的，姐妹们啊，这个强烈推荐。